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个新闻现场，来看11号来自德国的著名走钢丝表演者库内在俄罗斯的比尔姆创造了一项新的世界纪录。看到他在40米高空完成了走钢丝955米的壮举。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最终库内用45分钟成功的完成了他的这次挑战。